这个有一个花心，看着挺好看，漂亮的花心，我们来看一看，这是真花吗？鲜花？漂亮的，看看这个一朵朵的，挺漂亮。哦，这是绢花，但是外表看着绝对像真的一样，很逼真呢，这种画面。就是给人的印象非常的好，做这种真的花儿一样漂亮。外面是阳光明媚啊，大家是纷纷。这边是糖果 candy，那边是 king duck，这是 Tokyo。这是东京的 Japanese lifestyle，这是日本的调调，这种调调。然后这边是 footlock 也是鞋子做的非常非常的好的鞋子。Jersey，看这种运动。美国还是这种运动的非常多，运动的非常多。然后这边有，下面有 boss，上面是迪士尼，下面是 boss 的店，上面是迪士尼的店，迪士尼。可以看看迪士尼的店，还是人非常多的，因为他们最近好像有所打折，在这里面的非常多，30%，打30%的折。然后看看这种，下面还是有卖口罩的。卖口罩，这边是特斯拉，出来特斯拉，人潮攒动啊！美国这个发了1400块钱是比较明显啊，带动大家来消费，消费市场被拉动，所以大家会，所以美国这个一季度啊，经济会增长非常快，复苏非常快。今年的预期是7%，看大家你来我往非常好啊！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阳光非常好啊，阳光，这么漂亮的阳光，金色的阳光。